意印清清如雾，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。吾作此书，泪珠汗笔墨齐下，不能尽书而欲歌笔。语云：仁者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吾充吾爱汝之心，助天下人爱其所爱，所以敢先汝而死，不顾汝也。汝体无此心，于提气之余，亦以天下人为念，为天下人谋永福也。汝其勿悲。他们的牺牲写成今天幸福的诗篇。我们的国家100岁了，中华民国精彩100。